Ready? With the world's you
法拉吉率先发球，漂亮，力还是很集中的。后反应过来，放入场的，所以我们其实刚刚支持中国队。连续哦，你看，其实大家也是在，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个问题。其实对于运动员们来说，这但是毕竟是刚刚结束一站比赛，可能一天的，漂亮。哇，这个球刚刚开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的，直接正手来上手。好的，这时候感觉这个每一分牌的这种线比较容易打长了，以上来可以先控制，外表上来看就能够看出来，阿里给到他的话，他也会出一些失误。漂亮，上台又能够对对手形成一些压力的。体系当中，这个大头很多这种进攻的时候的那种质量和球速啊，越来越成熟的一个特点啊，就是好的，举墨的两个发球啊，王春也是把威胁发出来了。环节还是挺重要的。哇，漂亮！漂亮！哇！还原的过程其实也是比较困难。哇！好的。入侵，在看到机会的时候，这种上漂亮，漂亮，防守的这种质量啊，好的，哇，
的。漂亮。哇，这一分对。哇，又是一个擦网球。连续会比较显得比较吃力一些。好的，漂亮漂亮。好的，这一次又好的，漂亮，是捏了一把汗，但是大头做得很好。漂亮，好，哇，难点，